就丢你心声里多回，感情路淡路来路口，我无事时就笑话，伊在做梦生活较好过，伊若着徛参人讲老实话，谢谢秋君。好，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秋君，你的咬字很好哎。啊，谢谢老师。哎，你台语的咬字足好哎，我现在讲台语你嘛听有嘛吼？我听得懂。哎，我觉得很有特色。你的歌声没有话讲了，你的技巧也没有话讲，你将这首歌唱得很满了，而且在满当中我还有感受到一种随性。不是说一定要有框架，这个也是给予秀琪一个很好的榜样。他要我们聆听他的歌曲，然后那种感觉就会让我觉得就非常的安心。你也点点心安心听伊唱歌，而且你真放心将这首歌交予伊，啊，伊真正嘛甲伊表演了，伊已经用百分百的力量啊。请黄善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秋君真的太强大了，我真的以前没有现场听过你唱歌，那今天真的有被你震撼到。我觉得你声音超好，然后而且你每一句都精准到位，然后整首歌做到这样张力十足，这样哇，真的是太过瘾了！听你唱歌，谢老师。所以当然，秋君这首歌呢，跟秀琪挑的歌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歌路了。好，但是秋君在这首歌这种歌型上面，他可以做到这么饱满。然后秀琪呢，感觉就是好像你们两个各自打了一套拳，好，那你每个人当然有自己擅长的歌路，好，如果说今天把两首歌交换，你们两个唱，可能你们两个都是哩哩啦啦，对不对？但是秀琪，你在你的你也让我们看到说，怎么样把你擅长的事情做到好，所以哇，真的是很精彩的一战，哈，两位都很棒，谢谢老师，谢老师。